演艺圈大哥曾志伟做梦都想掉的照片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自从上个星期三卓伟爆料后，兰杰因顺会把曾志伟拖下了水，固然他女儿曾宝仪出来力挺，可是仿佛一众吃瓜观众并不买账。我们真的期望曾志伟地下廓清一下，不要给个人太多遐想了。实在总有年老，曾志伟在香港是著名的咸猪手，动不动就会伸出这双咸猪手，但位置太高，女星只能装与其戏耍强颜欢笑，究竟结果饭碗更主要啊。除去手，另有那双色眯眯的眼神，不论是什么节目中，只需看到出格大出格性感的部位就被吸收过去了，这么赤裸裸的看，中间的人都敢应羞。录节目标十分，眼睛更是简直快贴到女高鹏的胸上了，固然这位女高鹏很为难，可是也只能强颜欢笑。另有众星献吻，除去想用，另有那么一丢丢不雅，关关关关，一惹真的是没眼看了。有所不知，舞蹈是开油的最好时机，女伴舞只能僵硬的尬笑，可是曾志伟觉得很好，跳得很努力。看了这些照片，个人会不会对这位演艺界年老有点绝望呢？个人怎样看？